这些都是给顾客试吃剩下的花生壳，请你帮我拿去垃圾桶倒一下，等一下我送你一包让你带回家吃哦。倒下多大哈？哎，你干嘛把垃圾往我头上倒啊？难不成我长得像垃圾桶吗？大的垃圾可以换一包花生，还挺不错的嘛。大的垃圾可以换一包花生，还挺不错的嘛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想问你了，你手抽筋了？乖乖，你这丫头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哇哦，这些花生壳怎么会集体爆冲的呢？ 哇，我的头发刚刚才去美容院set好的耶！天哪，这太诡异了吧！简直就是灵异现象嘛！大白天的，我该不会去撞邪了吧？